来说的判断从来都不是眼前。在三边坡没得人会真正记到他头上。你哪样要骗我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为哪样突然就变了吗？大半坚持这么多年的底线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哪开的枪？咋忽然在我们门口开枪？我也认不到，那我们俩是追出去的。撒个嘴吧，请你帮我拖。